接下来我们把每一个日期都去做转换，转成，请把这个明明就是日期转换成日期， REPB-2 变成日期， REPB-3 转换成日期，不要点错了， 5INE-1 转换成日期，这一个5INE-2 请从文字转换成日期， 5INE-3 请从文字转换成日期，接下来 5INE-4 这一帧的内容请从文字转换成日期。再来把 MMR 之一文字类型转成日期， JECB LIVE APD 跟肝有关系的预防针，把它变成是日期，还有 JECB LIVE APD 之二，还有 HEPA 之一变成日期，二 HEPA 之二变成日期，13 PCV 之一变成日期，13 PCV 之二变成日期，13 PCV 之三变成日期， VAR 之一，哎，它刚好它就是日期。最后做完这件事情哦，这真的是一个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事情，然后请点常用底下的关闭并套用，关闭 Power Query， Power Query 编辑器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资料清理工具。好，最后一样点选这个关闭。